39岁钟欣同阿娇前年同台湾型男医生赖宏国闪婚之后，不时都要分隔两地工作。早前赖宏国为了见老婆，仲无视疫情，由台湾飞去大马探班。后来因为香港封关，阿娇就一个人翻香港接受强制隔离。而独留家中的阿娇最近就爱上咗睇网络直播解闷，仲化身内地直播间的豪客，用了60,000元打上内地19岁男星余宪龙，就是为了点两首歌啊！阿娇咁豪气嘅举动，即刻就引起网民嘅关注。而阿娇都承认系因为觉得对方靓仔，所以先至特登入去睇直播。亦都有唔少网民觉得余宪龙嘅外貌同陈冠希有几分相似，唔知老公赖宏国知道之后会唔会嬲咧？